现在的人心惶惶不安，就是要利用这个时候，人人呢听听看，很多事活动可以停一下。最重现在科技多听，而且呢这个时候话依靠现在科技，手机里呢人间菩提可以看到听到很多过去说的，自己感觉很可珍惜，因为呢那都是呢佛法，也是呢人间历史，也可以看见人间菩萨、人间菩提啦。此啦师父说的话，还有呢弟子们他们说的话，可以大家上网去看，菩萨有典范，佛法不再有钱人，佛法也不再呢有学问的人，感觉很感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很丰富啊，很富有啊，心灵富有，有形的数据啦，有形的数字哈，那再多再多啦，都是身外物。人都是双手空空来，将来要回去呢，也是双手空空往下了去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唯有法。法呢，善法成为记忆，记忆就是种子。这个八世田中，我们的八世田中呢，累积善种子，善种子布根在心田里，要布种，要耕耘在心田中。我们呢，唯有这样的种子啊，可以带着走。所以说来。去来了，唯有呢这意识，但是意识呢就是业力，我们今生呢都增加善的业的种，那就是将来带过去的业种，是福是祸都是呢在我们现在今生此事，你分分明明的做好，恶的把它隔离掉，诸恶莫作；善的，我们要积极，众善奉行。就如现在的疫情，总是。大灾教义呀，我们该隔离的就如此隔离，恶的不要让它侵犯进来，好好的隔离着它，善的我们要好好的布种。现在活动少，就要好好的把旧的囤积起来的法，旧法新知，再清理一下，拿出来看呐、啊，拿出来听啊，所以看、听、听、看，所以叫做听的是
业力，恶业我们要赶快停。而且呢，现在的生活圈活动的不宜活动，所以也停。身体比较空闲呐，心灵呢，佛法要让它赶快增长起来，把好好的佛法复习一下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正是我们可以呢过滤的好的种子，在这个时空里，这样的时，这样的空间，正是我们可以造福的时刻。所以说，话要整理一下，善呢，这样还是呢不能断掉。尤其是法亲，法亲呐、啊，一定一定呐、啊，要关怀。你认识他，有他的联络的这个资源，你就代替师父表达，师父在关心他们。跟大家说，师父期待大家打开了心门，接受法。心门在哪里呀？就在你的手机里，把这一道法的门打开了，法脉呢就可以延伸进去。不要心门呐、啊，挡的关着。我们现在要开心门，让法脉呢走入我们的心门里面，好好的开启智慧门，滋润了我们的慧命。这个时候，真要好好的开智慧门呐、啊。那这话来滋润我们的心门，我们的心田呐、啊。那当然呐、啊，在恶的那一边有落的恶法，赶快收复，不要让烦恼无明了去污染到我们的内心。所以啦，趁这个时间赶快过滤一下，时间要把第一代啦，第一代的净师弟子，我们要把法脉的延伸，我们顾好这一扇门，扇门心门要打开，引导人人进来。所以菩萨要招生，一切唯心作，只要你有心，见人说此境，把你的记忆啦提出来，持记记忆，师父师徒之情，如何呢？这种的结友情，菩提各都是菩提，我们是要同行菩提道，也就是菩萨道，叫做结友情。所以这一份情啊，我们要好好的引导大家。扩大爱，拉长情，是我们现在呢要积极精进的时刻。记得要四大一体啦，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，人人呢要合心协力，要人人互相关心啦。我们要慈悲，造福祉，这个慈无言大慈，那
希望社会福祉，这都是呢我们要做的，要悲悯苦难，悲悯苦难，人伤我痛啊，人苦我悲啊，我们彼此之间呢要喜乐和谐。要如何呢？当然真欢喜真快乐、哦啊、和谐啦。所以、啊、要舍小为大，个人事小，大众人人心呢要开阔大。所以呢舍小为大了。